一年二号卖都还台过，今天就出来了，或者是。今天是在一个大道城附近的棚，叫做雨欣。今天我也是第一次来这个棚，我现在正在做补妆的动作，因为我今天已经拍了三场了，就是早上9点的妆，所以我现在再把它做一点润色啊，然后腮红什么的，然后再做补妆的动作。啾啾，最近很想要一个辫子大叔，自己就是造型师兼 model 兼化妆师，我每次就是这样扛着一堆行李箱。来来去去这套就是比基尼，然后是连身的，然后还有这个金链子。我今天这个造型搭了一个就是蝴蝶结，可爱蝴蝶结，绑一个辫子造型。这里就是一个主要以床为主的造型。然后这边还有东横机，就一种很日式居家的感觉。对，然后像听着音乐，然后还有吉他，你看，这里真的有一个吉他，他应该是可以弹，但是我是不会弹吉他啦。对，就还有吉他，对，然后有一些冰箱啊，然后这冰箱我觉得很可爱欸。它里面是真的有满满的饮料，就很可爱。而且就是蒙主他是都用了像那种粉色系列的一些，就是一些气泡酒啊那种的，然后看起来拍起来就很缤纷。这是一个比较居家的景色，拍起来就很有居家生活感。那准备要去换第二套了，期待一下。像今天是我第二套服装，水蓝色的。浪琴靴自转，它也是 Wave Shine 的，就是编织型的泳衣，就是穿起来都蛮修身的啦。然后 这套跟刚不一样的部分，就是它是两件事，就是完全分开。然后旁边也是很基本的这种绑带的蝴蝶结，跟刚刚它不一样。最大不一样的是它是分开的，不是连身。哦，这个我就是自己也是蛮喜欢的，蓝色很显白。这个景叫日式的感觉，你看它有榻榻米。我觉得这里最可爱就是他们躺得很舒服，在上面拍照摆 pose 什么的，这些都摆舒适。有些很复古的东西，例如可是没有，可是今年我来照这种哇，超复古的这种游乐器耶。它是乌克丽丽的，虽然我也不会弹，但是我刚看到这个，突然好想去报什么乌克丽丽班哦。看到这个就突然觉得很可爱，想学一下哎，感觉就可以来。这里还有小扫把，打扫的感觉，就是穿着比基尼在家打扫。这就是我今天第二套服装，那我现在要去换第三套了。这个景它呈现的就是颜色调啊，就是比较特殊的色彩。这一套是白色的全身连身的，通常一点小型蛙背。一样有修饰腰身的效果。你用一点二，那套一点二方案应该还台过，今天就拿出来。或者是今天终于完成了三套衣服的棚拍，这就是我一天棚拍的行程，从早到晚。下次如果想要再看真乃拍同拍同拍实录，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哟，拜。
水还在